近日，韩国新开播的 YG 娱乐自制节目 YG 站子被中国网友发现其中使用的中国地图不完整，缺少部分领土。此外，节目中还有一个环节是让韩国保镖打扮成清朝人，并用中文说我是猪，上述细节引发网友不满。YG 战资是 YG 娱乐与 Netflix 联合推出的全新情景网络喜剧，该剧名称是剧中 YG 战略资料本部的缩写。该剧由 Big Bang 成员胜利主演， BLACKPINK Icon Winner 的 YG 所属艺人也将出演。该剧的概念和阵容一经公布就引发了很多关注，然而该剧播出之后却被中国网友发现其中使用的中国地图不完整。剧中所使用的中国地图，东南沿海地区、海南、台湾岛等均缺失。此外，剧中还有让两个韩国保镖打扮成清朝人的情节。两个保镖被抓后还用中文说我是猪，上述细节引发很多中国网友不满，质疑此举涉嫌公然歧视中国人，破坏中国领土完整。